用呢張花紙包啦。咪住，要唔要由我話事。哦，好似收唔收商業電子信息咁，都係由你自己話事啊嘛。冇錯，我哋可以透過拒收信息登記冊拒收唔想要嘅商業電子信息。拒收信息登記冊已經分階段推出，依家九字頭電話號碼嘅用戶就用自己嘅手機打18350000登記啊！想知多啲就上網或者攞本小冊子啊！份禮物送俾邊個㗎？我買俾自己嘅。